各位好啊！咁我而家嚟到啊某处荒废建筑物度啊，咁啊而家天台上边嘅，咁又由高而下扫翻落去啦。咁依度系啲壁画嚟嘅，咁又成个格局就 L 型啦，两个水塔。都荒廢了一段日子的這個建築物，一拼埋嚟看一看，咁就全部都是一個荒廢的狀態嘅，咁就並冇任何即係特別重用到的機器咯。咁就依度頭先都發現咗有個 lift 槽咁樣啦。嗱，咁就前面開咗門嗰度就係啦。大家都聽到啲風聲啊，都幾咁大風。有嘢入去睇一睇。一啲荒廢嘅機器都冇人拎啊，咁就大家見到都係一個 lift 槽嚟啦，咁就可能個 lift 都有個價值，又俾人拎走咗嚇，剩翻啲冇價值嘅嘢喺度。咁啊，上面就疑似應該會唔會儲水嘅地方啦。咁啊，頭先我爬我上去睇又冇乜特別嘢，都係一格格啫。咁啊，呢度面積話大唔大，話細唔細咯。俾人貼曬嗰啲war game 嘅圖案嘅啦，呢度。咁啊，周圍都係啲圖畫嘅狀態啦。草都生晒啦，咁啊依度下边就直通嘅个对面，咁就冇理由咁样吓爬过去啦。隔篱都系有条路嘅话，咁我哋进入个内部睇一睇啦。另外一边系咁噶啦，全部都系杂草丛生。咁啊！一粒到嚟，全部都系壁画。咁就影翻落嚟啊！都有啲荒废嘅味道啦。咁啊，建筑法例嘅告示啦，每尺唔可以过150磅啊！眼睛，码头人身嘅怪物啦，全部都系壁画。咁就依一个就啊，类似工业大厦咁样啦嘅格局啦。咁啊，由上面嚟到依度啊，都行咗大約4分幾鐘啊。咁啊，行曬嘅話，真係有機會成粒零兩粒鐘啊！如果真係慢慢睇、慢慢成嘅話，咁啊，先睇依度入嚟啦。Oh yeah。
開手機人燈睇睇，咁啊類似啲板間房嚟咪睇。全部都嚇、一格格嘅，咁就可想而知，以前就好多嘅部門啦，放喺度啦。嗱，有人睇曬。需要開燈嚟睇，好大廁所，嗱真係冇錯，廁所兩格嚇。中間就已經係個位焗喺呢個位。其實啲嘢都甩曬啦，焗噶，咁就冇乜特別嘅，全部都係粗魯嘅，咁就任何嘅一切都冇啦。嗱，呢度都係啦，聽翻我鏡頭睇一睇啦，慢慢聽俾大家睇，都係冇噶。Panel delivery room， 冇特別噶，廢墟嘢嘢攞嘢唔知咩啦，咁啊，即都係呢個位，都係通常都係有好多人過嚟噶啦，咁啊，我並不是第一個過嚟。咁啊，頭先就呢度就係個啲槽嚟啊，到底啦，跌落去死啦真係。咁啊，全部啊入曬水啦呢啲位置，咁就入去睇都冇嘢睇噶咯，其實。都是这样，入晒水的无位剩十只脚了，都是平平无奇。看什么人来先，这个买鱼买鱼这个。咁啊，前面两边。咁啊，地氈都係鋪咗啲絨毛地氈嚟嘅。咁啊，上面有啲 on air 嘅，可能以前啊，好多特別嘢啊喺度報道嘅。咁其實一個電視的架在上面，可能有些特別的東西報道的，見不見到？有個架在這裡，玻璃有兩層，那就哇很鬼熱，那就到處都是一些圖畫啦，就並冇十分大嘅特別嘅嘢喺度，圖門擺啊，
咁啊，仲有啲啊，2005年嘅 poster 咯，嗱，呢啲電話。咁啊，又系有个电视喺上边啦，咁可能影得唔好，打唔够光嗱，大家可能而家会见到啦，咁就两边嘅玻璃又系俾人打爆咗，咁啊，历史嘅建筑都系冇噶，咁啊，又系 on air 啦 ，on air。Hero， 咁啊，好多间咁嘅房嚟嘅，咁啊，格式都一些一样噶。咁啊 ，if you are alone， don't go。咁就落到嚟呢度啦。再繼續畫翻去，咁啊，樓高三層啫，依度。咁啊，全部都係一啲壁畫嚟嘅。全部都是壁画，咁就重中之重啦，咁就。其实伪真造材的字样就是眼前了，这里伪真造材，这里有鬼树窿，就都是一些一样，全部都是玻璃充满晒啲图画，两边都是。咁就地面全部都是充满晒积水啦。我都要啊，你看烂晒，我应该不是行这一道啊，你看烂融融，我又见到前面就有些应该是有个楼梯落去嘅，咁就行埋过去咯。咁啊，前人就留低咗好多幅嘅壁画喺度啊，啲图画啦，呼呼，就系咁样。应该是一些盘古室咁样噶啦，
嗱，照計咁樣啦，全部都係一個鏡裏邊嘅投影，要睇翻轉頭就係咁樣啦。啊，有隻拜埋食咗嘅天使啦，正前方嗱、啊，其實全部嘅都係呢個建築物都係一啲玻璃為結構，啊，呢度又記得咁又採光一流。就其實三層高都行到兩層啦，咁就依一層就比較嚇、開揚啲啦，冇話咁多間房啦。咁啊，依度又係乜鬼啊？咁我就落去行埋最後嗰層。依度又去好多間房，人形嘅壁畫，咁啊特別就呢一層嘅。出到嚟依一度，咁就我依度就黑啦。咁啊，依度就係正門嗰度嚟嘅。幾靚啊！單車步，
冧上去啊！呢个就头先我落嚟嘅地方。咁啊，呢个地下啦，咁真系冇乜特别。呢个样似安乐派嗰啲咁嘅间局啦、格局啦，靓嘅壁画，前面就有啲啊人形公仔啦。好似有人喺度咁，又有雀仔又有食，其實要行都行曬啦，嚇，行咗廿幾分鐘。呢度嗱，行翻上头先呢度，真系唔知道我系咩地方吓、啊，哇！呢度有厕所嚟嘅，系咯，嗱，呢度有电梯。好啦，咁就係咁多啦，行完快行完一串啦，咁啊前中后全部都行晒。係咁樣冇乜特别，真係荒废晒嘅。欣赏下嗰啲图画壁画。咁啊有冇特别嘢冇囉，灵异嘢有冇冇囉。好好大，荒废晒，好唔舒服。我指嗰啲空气好浊，系咯，咁样系咁多啦。